你猜。吴尊风乳瑶，这什么酒啊，这么难喝。本尊进来没有大开杀戒，而是和和气气的，自然是为喜事而来。莫尘渊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人家与你百年好合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清虚境仙尊竟与魔族妖女有染，这可真是骇人听闻啊。之前你们清虚境想向我玄冥界招安的时候，一年下几次请帖，请本尊来详谈，今日本尊来了，你却出言挑衅，是嫌日子过得太冷清了，想开战吗？魔尊大人息怒，莫浩离少君并非这个意思，只不过清虚境和玄冥界从无瓜葛，您这现在不就有了，以后常来常往的就习惯了。紫阳君何必与这魔女浪费口舌，今日他孤身一人前往清虚界，此机会千载难逢，来人布阵。糟了，这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恐怕小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本座在此，谁敢动他？魂书在此，风若瑶是本座的妻子，亦是清虚境的元君，有谁不服？清虚境仙尊世代与我凌霄门通婚，而你却选了那个魔族妖女为妻，你打算如何向我凌霄门交代？背叛婚约的是南宫新兰与未婚夫的庶兄偷情，难道不是凌霄门向本尊请罪吗？你元君之位只能是凌霄门的，你竟然找了一个魔族妖女。本座娶谁，谁便是元君，清虚境以本座为尊，不容他人智慧。莫浩离以下犯上，罚禁闭七日。莫尘渊，你站住！莫尘渊，你等等我。魔尊大人来得比本座想象的更快。你临走时说你会在清虚境等我，又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究竟是何意？莫尘渊，你竟敢把我的赤焰……他本就要掉了。赤焰灵的秘密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否则你也不会来清虚境找本座。你少胡说八道了，证据呢？方才当着众人的面，本座牺牲了自己的清白护住了你，甚至将清虚境元君之位许给了你。你若有半分良心，便要好好想想如何回报本座。这是这里注入了本座的护体金光，你留着防身吧。你白吃白喝白睡了一百年呢，如今啊，该是你回报我的时候。哎，莫尘渊，你站住！还找你有事呢，莫尘渊。这就是你说的，还有事找我？